个红楼呢，八角楼呢，在这个西门町是蛮出名的。在西门町，还不是西门町之前，在烦恼的时光启动之前，这里兴起街场，从1908年到就在这里，所以不管换过多少个名字，有过多少个用途，红砖老屋，静静的站。黑眼儿，这边看到有一个作者叫林良的，他是儿童文学作家。OK， 他曾经有著作，著有的这个著作呢，有《小太阳》《和谐人生》《夜光下的自勉》等等。OK， 还有一个叫做刘映彤的，志玲爷爷的外孙女，本身是专职行销设计，包括的他是。这些封面都是很小清新的这种设计啊，这样的设计还蛮吸引小孩子的，我觉得。这是台湾本土作家，所以主攻是儿童的这些书籍。这边是中仑啊，这是一个可能对于有些人讲这地方其实不是很起眼，不过这样走走看看，其实还挺多的那种小小的感动。那其实我蛮喜欢看这种小地方的。中仑树的阿嬷面线哈，这边还有一间庙哦，天上圣母，小小的水果摊。该早餐呢，今天不要去酒店吃，就来到中仑的一个小地方，这个小街，它菜市场。看到这边的建筑物呢，还挺有特色的哦，就是小小街，不过就很接地气，蛮喜欢的。好。因为走着走着，刚才就来到了这间叫大家豆浆烧饼店，就在这边吃了一点豆浆跟烧饼，它也有油条啦，然后就还不错啊，早餐清淡一点，因为这天在酒店吃到很胖，然后老板也认真在做，他的熟客还蛮多的，这边有他的烧饼，还有小油条，他还有他本身的萝卜糕。其实如果有来到中仑的人也可以来先试试吃，不错吧，老板娘都态度非常好，非常的热情，而且有和蔼和亲。蛮有特色的一个咖啡厅，在哪里哈？阿玛卡布斯这个是一个账号 ，OK， 我还有一间店，好有特色的一个小小间的一个剪头发铺哦。
哦，这边开始来到它的市场了。早上的市场人潮是蛮多的，然后其实这边你可以看到它中仑的市场。来到了这一个非常有人气啊，有烟火的地方，非常棒。今天天气也是很好，至少没有下雨。各类的糕点，这边有一个广东肠粉，里面是一个中药铺。啊，走了几次，其实发现到，其实台湾的这个早市卖的东西都差不多，啊，类似了哈、啊。中仑鸡二哥肉，李记妈祖传统口味哦，红萝卜包一头，包酸菜，包芝麻球，甜甜圈，酸包太一，是包子。啊，刚刚吃饱哎，刚刚没有看到哦。对啊，你们这档口在这边开多少？哦，开了多久了？你们的店？开很久了。很久了，可以算是超过十年的吗？还是更多？更久。在采访我。对啊，在采访你，帮你做宣传啦、啊。不要啊！哎呀，不好意思哈。哇，真的煎的蛮漂亮的。好，谢谢哦。哦，卤猪脚、卤味哦，全部都是卤味哦。热腾腾的，看来不错啊。嗯，谢谢。虽然它没有像啊其他市场这么大，可能这边都是这边附近的这些居民吧，这边住在这附近的人 ，OK， 台湾台北的朋友是住在这边的，所以他们就会来这个市场来买他们的早餐啊，或者他们的这些啊要准备午餐跟晚餐的这些食材。所以它会更接地气了，哦。我没想到帽子店还蛮多人买的哦，啊，可能是不是台湾人都很喜欢戴帽子，在马来西亚应该比较少，因为天气热的关系，戴了帽子超级闷热。啊，这边有很多的咸蛋哦，鱼蛋，宜兰的。郊区优质皮蛋，好，这我看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是咸蛋。啊，对，这咸蛋，这个是皮蛋，这是皮蛋。啊，不了，刚刚吃饱，谢谢你。这你的鸭，你这是咸蛋是用鸭蛋做的吗？还是鸡？对，这是鸭蛋做的。鸭蛋了哦。它的优点是没这么死咸，跟以前的做法不太一样。哦，怎么样做法？以前是用咸水做的，啊，后来这个是用红泥。红泥啊。对，它是用泥腌制，啊，所以它就没有像以前来的这么死咸。哦。以前的味道会很重，对对，那碱水就很重。对，红泥是哪里的红泥呢？红泥它是红土，红土来的，是台湾本地的。对 ，OK OK。配方的部分来讲，就是每家腌制的配方不一样。哦，所以那个红泥的盐度是很高，对不对？比较低啦。哦，就没有这样咸。比较没这么咸。OK， 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。卖这些牛肉的啊，哦，这些蔬菜啊 ，OK。
还有肉品店都在这边里面哦。